台湾母娘信仰的发源地，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。华人好山好水，加上姚弟金妹的加持，拢平平安安、安顺顺利利。内根在华人人的心内，像阮老爸同款，武将的神威一定会陪阮渡过难关。到庙来朝拜，有了生命的保庇，安大家心里上平安顺利。